装修师致电问及你的旧墙，你惯了把我电话写上，你得知错误时的尴尬模样，共往日会否同样？想粉饰了吧，就是那一面墙，你说过想要重新保养，墙上是我们预计将来仔细画上，洗去或要遮上，我怕持续细想跟你分离，竟不知怎会分离，竟不懂放下一个你，习惯的已没法预期，就当幻觉仍然细腻，那天空仍然很美，可惜细节无权来回味，再也不敢提起。再细小一次分歧，到底总怎样失去你，在这一刹未记起，北边的你自由方向，南面我只好借心假象，再努力忘掉这刻开始背向。每一次参与我都会讲同一句说话，快啲打1800212，高高啲善款啊！